北京堵车的时候，太阳都回家了，我还没有回家。你现在来说的话，工作上多了？多，就是基本上没歇，现在呢，我已经完成了演唱会最后一次总彩排，然后是蛮累的。就是一个忙碌、忙碌、忙碌的状态，就像一个车轮一样，一直在往前滚，然后你没有办法停下来，就感觉自己不属于自己。过年的时候，那种啪啪啪啪那种鞭炮，然后扔在那个水田里，砰就可以炸。采摘开始了，这是什么树？柠檬树吗？苹果树。苹果树，青，我好好好垮呀、我特别信誓旦旦说是苹果树，结果是青枣，就是苹果树，我不管，就是苹果树。还有牛，哇，我都好久没有见过牛了，我觉得还挺，因为我觉得跟我小时候的。在农村挺像的，像很多树啊，然后也是农田。听到会收手机那一刻，到现在我已经有一点点接受了。我觉得去就好好体验生活，然后享受这段旅程。比如我下车，先来个特别帅气的开场，你等着。我的机包进村了，蹲下，蹲下，好无聊啊我。嘿，鸭子，鸭子。哎呀，肯定是这里了。哇，亮哥。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圆儿。哎呀，圆儿。你好，哈喽哈喽哈，我喜欢哈。看看我们这个环境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挺好的。都介绍了吗？这是你的二哥金汉。这是你的四弟。你的，他是大表哥。大，这是大表哥，我们的董大力，就是他的座右铭是大力出奇迹。这不是我座右铭吗？还有我们的超越姐姐，好好对，超越老师，王老师，王老师，带你参观一下咱们的菜园。好，菜园，谢谢哥，没事，都一样。反正咱们的菜还是挺新鲜的，生菜、油菜，这是什么菜？这是小青菜。小青菜。啊，然后这个是盐须。其实我都不认识太多蔬菜。我其实到这儿也才是多多少少都学了一些。这番茄超好吃。你找一个。特有味儿，特有味儿。这个可以吗？好吃吗？好吃。房间呢？是这样的，这个房间你看啊，来进来看看来，这个房间呢？哇，超越老师。这不是啊，我。超越老师。把我的梗全破了，这来这个房间呢？是我们的床吗？我们的房间。然后呢，我呢为了保护你，因为大力晚上睡觉爱摸人，我就睡在这儿了。然后你睡在这儿，太好了，我睡边。好。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你会被什么吵醒？会被鸡叫吵醒，打鸣。有没有打呼噜？没有人打呼噜，打的最响就是你。哎，你我每次比你晚睡，你我最响，你打就跟你打。走了，走，吃饭吧。吃饭。来啊！我举杯提议一下，今天呢，圆圆终于来到了咱们哈哈农夫的家庭，让我们端起手中的这些饮料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欢迎圆圆，热烈欢迎你！欢迎！咱们这个家庭算是圆满了吧？圆满了。你在这边最想做什么呢？我想吃好，其他无所谓。那你多吃点。来到这个地方是吗？那你吃到的东西一定是在你城市里面吃过的。对。
因为你知道柴火烧出来的饭，你发现那种香味是不一样的。你知道超越他做那个焖菜饭，焖菜饭巨好吃。晚上再炒个鸡。哎呀，不是你才刚来一上午，就我又在那挨个半天，哎，舒服。那我们得挨成啥样啊？其实我觉得，现在生活很满足。哎呀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皇上来了，送他一个小礼物，就是什么呢？随便给你变个魔术，好吧？行，赢了，赢了。那么这副牌呢？我用独家记忆法。好，我已经记住这54张牌是什么牌了。不是，第一个吧？两个背一遍，背一遍。当我牌下落的时候，你喊停，我就知道手里这张牌是什么。行，准备好了吗？请开始我的表演。没说停。那你遇什么？好，不要这张，不要也行，不过它是一张草花五，无所谓。那么现在见证奇迹的时刻吧。要从身上抽出一张吗？就剩这一张了，这张是什么呢？祝我们的友谊长长久久。太棒了 ！Amazing！Unbelievable！Unbelievable！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魔术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亮哥的精彩表演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庆祝我们快乐的生活！来了！干了！今天我确实是跟他们交到了蛮好的朋友，我相信接下来的几期一定会越来越熟，然后成为彼此可以非常信赖，而且可以长久一直保持非常好关系的朋友。原来一来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，我觉得心很快就拉在一起了。今天真的就像过年的感觉，一大家子团聚了，有家的感觉，真的是有家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们小日子过得越来越舒服了。